盟主林放来助力老婆追星啦。这个小熊之前是认真的在追星。你在追星里的时候，你看到几个赞吗？直播对吧？我觉得你觉得好轻松。小宝知道吗？其实我也追过。这个。我最喜欢金黄。啊，这猝不及防的狗粮。 最喜欢谁？谁？我多次问你打工，为什么不理我呀？我在比赛，我只能用手机按那个。哦，我看不到。现在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邢飞的追星路。 恭喜林放帮助老婆追星成功，干了这份来自绽放夫妇的狗粮，一起来追明月曾照江东寒呀！